民进党说我们要体育改革，保障运动员。他上去之后，六年花了10亿人民币搞足球，从100多名倒退到150几名。好笑的是啊，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体育署署长啊！大家拍手。我了解了，民进党怎么应征的？林北台独金孙赖清德啦齁！我现在要选体育署署长，你有什么事迹？报告总统，我努力做，我绝对不会让选手啊！你这袂使啦！报告署长，我曾经带领国家，我们会节省啊！你这把袂使啦！报告赖清德，我呢6年花了41亿，我还他妈把一个协会搞到负债8000万，我明明没给球员钱，我还给他扣缴平常跟他要税，大人才。我就需要你这种人才，80亿你弄不弄得掉？再多我都弄得掉。这次欠8000万不够，我来搞个负债8亿。你说什么？黄国昌啊，告不回家啦。他上来我就哦，就好了嘛。大家拍手。